花花直接把它当了一个镯子吗？装枕头了吧？可能是。它叫了。椅子是上面可以转动的，下面不行。这脸，我以为是一腿可以转。被你挤走了，花花姐。那屁股。哎呀，就直接躺上了。平时安放的久不久？这个做的。我画东西画了一只了。哇，妈妈给你放进去。你看，直接坐上去。花花，你都被人压成这样了，你这是一个小霸道。你看，你看。